西汉末年，王莽新朝，兵祸战乱连绵十余年，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。蔡顺为了逃避战乱，带着母亲来到了慎县。上还有一些野果，饿了您就吃点吧。嗯。哦，娘，外面很乱，您就在家里歇着。我找到吃的，马上就回来，您别担心。找不到吃的就算了，娘不饿。娘，您放心好了。哎，快去快回。快点，快点。老板，出去出去，我们这儿没有吃的了。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，哼，哦，我想在这里帮忙干活，不要工钱，只要有吃的就行。我能干很重的活，而且我吃的很少，一天只要一个馒头。啊？您就当是做件善事吧。谢谢您。这年头你还能吃上一块馒头，算我仁慈。谢谢。怎么不吃啊？哦，我现在还不饿，待会儿吃。你什么时候吃我不管，可别饿晕了耽误干活。是。哎，只要母亲有馒头吃，再累也没关系。老板，怎么把大米全都拉走了？没什么。娘，娘，有吃的了，娘。来，坐。娘，您看。娘，您先吃着。顺儿，来，你也吃一半，饿了吧？我不饿，中午我吃了好多馒头，您快吃吧。是吗？哦，对了，刚才我摘了些野菜，马上煮个野菜汤，您好就着馒头吃。哦，这孩子。娘，您喝汤吧。娘吃饱了，你喝吧。老板，开门呢。请问老乡，出什么事了？哎呦，小伙子，快逃吧，赤眉军来了。是啊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谢谢你们。母亲好不容易每天能吃饱穿暖了，这下赤眉军一来，又不知道到哪里找吃的。儿啊，外面这么乱，你在哪儿啊？有没有危险啊？天都快黑了。天黑了，啊，娘！天保佑，让我儿快回来吧。娘，您这是。
傻孩子，娘没事，别难过，都会过去的。啊、娘，孩儿让娘受苦了。出去找些吃的就回来。哎，您别担心，一定要小心点。娘，您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哦，啊，哇，这么多，啊，终于找到可以吃的桑葚了。蔡顺把比较甜的黑紫色的放到一边，准备给母亲吃，红色的比较酸就留给自己吃。在战乱中，他对母亲还能够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这绝非一日之功，他的孝行也就更加难能可贵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叫蔡顺，逃难来到此地。篮子里是什么东西？是捡来的桑葚。打开看一看。好东西啊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要吃桑葚。我可以带你们去桑林采摘，但是篮子里面的我不能给你们，我必须带回去给我娘吃。你少啰嗦你。拿来！哎呦，阿头，你……我说年轻人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把桑葚按颜色分开？快说！哦，因为黑紫色的桑葚味道很甜，带回家给我娘吃；而青紫色的桑葚还没有完全成熟，味道比较酸，我自己吃。我娘眼睛不太好，所以我把两种颜色的果子分开，她吃起来会比较方便。蔡顺，你的孝行真是难能可贵。我赏你牛羊各一头，谷米一担，还有一些银两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好你的母亲。你啊，马上按我说的去办，快！头领，这我叫你去你就去。谢谢您的好意，不过您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娘就教导我说，不义之财不取，不义之物不受。您的这些东西是一路搜刮而来的，不知道有多少户人家因此受难，所以这种不义之物我不能收。我和我娘也是因为躲避战乱才来到此地谋生，因为战祸有多少家庭流离失所，又有多少母亲因此挨饿。谁没有母亲呢？谁又愿意看见自己的母亲每天担惊受怕，挂念着在远方征战的儿子呢？如果你们真的有孝心，就回家照顾自己的母亲吧，不要再平添战乱了。头领，好了，兄弟们，都别哭了。我也想我娘了，我要回家。我娘一个人在家，我都不知道她身体还好不好。我娘，我娘的眼睛不好，平时全靠我照顾。我的弟兄们，想娘了就都回家吧。我替天下的母亲谢谢您。应该谢谢你，你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孝心。我也要回家照顾我娘，以尽孝道。弟兄们，后会有期。驾！向善向德之心，人人本来具足。那些赤眉军被蔡顺至诚的孝心感化，也唤醒了他们本有的孝心。这些赤眉军当下改过，洗去赤眉，同时也洗去了一时的迷惑。此后为纪念蔡顺的德行而改名为洗眉河。